学艺术协会所主办的，我们今年已经办到第11届，然后我们今年有非常多的艺术家参加，今年一共有170位艺术家参与这次的展览，然后每一个会员都是一件作品参加，有很多艺术家都没有展出的平台，然后我们这一次的图腾就是大手牵小手，为的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年轻资深的艺术家可以带领年轻的艺术家一起传承，好延续这个精神。然后艺术家博览会就是一个平台，让很多观众，就一般的民众或者是画廊，也可以来看这个展览，然后发掘艺术家这样子。当我是用不锈钢来代表当代的科技。跟我们所生存的空间是一种比较冷硬的、具有现代感的，用桥的造型来抽离这个当代空间的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元素，就是让人文的空间跟冷的这个造型硬体，它共处在一个状态之下，一个时空环境之下，我们所面对的一个生活状态。这一次展览的东西是 video， 然后是我在日本的创作啦，然后主要还是跟体操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台湾人常会看到，比如说国民健康操啊，只要放音乐，你大概就会身体就会跟着摆起来，就是做国民健康操的东西。这个系列主要还在讲一个关系到国家集权的意识跟人的关系啊，因为你只要因为每个人只要听到。既然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只要听到那个音乐，就会开始走，手脚都不由得就，所以他手舞足蹈的时候，我觉得那样子一个国家的一种集体的意识，其实就进了我们的一个潜意识里头嘛，我觉得是这样子。它其实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你进来欣赏你喜欢的作品，因为类型种类非常多，然后我们并没有，就是它其实是开放性的，就是这个作品做完成之后，在展览里面就是观众来看作品，你跟这个作品的互动关系，它没有什么门槛，只要你喜欢，它就是你喜欢的作品，那你不喜欢就换另外一张看，就这样就可以了。这展览的地点是在台中市复兴路3段362号那个台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亚堂馆，然后展览的时间是9月28到10月7号，欢迎大家一起来参观。